礼拜又没影片了，怎么办？这礼拜大家看不到影片。阿玛，你要不要讲点什么话？不然大家这礼拜。大家看腻的话，那我们找我们以前看，我们今年也去看一只猫咪哦，你知道是谁吗？对，它叫白吉。那你知道它有点帅吗？是不是比你还帅？好，我们只是去看。这礼拜影片就来看我们之前去找白吉的画面。好了，没有按照重点。公仔在睡觉，他没有心思的。弟弟怎么样？为什么要舔我？我是问你弟弟怎样，你是舔我。班长，弟弟怎么样？走了。走。阿露，影片好看吗？干嘛咬我？我们只是去看他，还是比较爱你，好不好？